이 자식아 이 자식아 这是老张杀杀的英雄，哎，小巴千秋哎，狗哥，你再不洗手，老板他是不会完蛋。你好，又可以。狗狗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丹妮，欢迎收看《包青》。那么，八点档什么奇怪的事都会发生？剧情不外乎就是集团争斗、婆媳大战、心脏病发、赏巴掌，而且。 一定会看到一个有钱但没钱脑袋的总裁，我们也有一个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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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，自从我接触着咱世界集团的总裁了，到今麦已经三年的时间了。过去这三年来，公司的权力全部拢给予迄个查某人一手给他条条，害得我。 公司所有的代志，我拢袂用管着。哼，只好逐工伫我的豪宅内底，食着果胶，拖着捡起行李箱，用海豚吸尘器摒扫出来。我哩家在，都一只古锥的我心爱的狗啊，叫做苹果，逐工陪伴着我，苹果，苹果，来。 哎，乖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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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
我吧，故意弄害了了啊！款的什么拢可以去提去呀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怎么了？你把他想看卖啊！当初时就是你跟我讲，伊有亲像一个查甫人同款的肩膀，所以坚持要我甲伊抓起来。即马呢，你颠倒来怪我，啊你敢掉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八连党必备恶女要出场了。要要要！是啥物人讲啊？有教查甫人同款的金甲头啊？哈？无啦。哎，水妹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你的这个宽度吼，你的厚度，你整个触感，你的味道吼，听起来吼，真正比查甫人更加查甫人。不要碰我肩膀，我跟你讲啦，我今仔吼已经把世界集团哦给卖掉啊啦。你讲什么？你把世界集团卖掉啊？我跟你讲，你唔好想超过。我有啥物好唔敢？我海药师已经给签落去了。你竟然做这种代志！地妈，地妈，你不是地妈？你看吧，心脏病发了吧？你甲看嘞，你这有啥物好发病哈？这间包啊店已经了杂你啊，了杂你啊啦！拢是因为你好在啥物世界集团包啊店这种臭名，才会无人给咱买啦。这查某，坏女人使完坏之后，终于轮到侠女上场了。小蛋子嘞！蔡韵如啊！啥物好唔敢？你讲世界集团的货呀，已经互你卖掉啊！我甲你讲啦，你，这份合约是假，你还真是假，你真是假，你真是假，我这还好是假。对，真正的合约伫遮啦。有 OK， 那爽、啊。以上就是台湾八连党一定会出现的几种 gay scene 的桥段。除此之外呢，八连党的剧本永远都是热腾腾的。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，明天就会在八连党看到了。各位不用担心，志文心脏病发死掉，因为为了剧情的顺利流畅，
心脏病发死而复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师母啊，你安尼让我安尼排话人做 A 码的，你安尼干掉师母，你干真心的师母。得奖的是森林之丸。最爱看、最好笑、最有质感、最有内容的综艺大热门，没得奖。志文，你太惊喜了啦！阿母，你活过来哦！阿母，我哈，所以是森林之王把我救起啊！森林之王把你救起啊！得奖啊！森林之王得奖！喂喂喂喂喂喂！再来阿母！森林之王得奖，你就欢喜哦？不是啊。森林之王得奖，予你予阮囝，予你精神起来，我足欢喜的。对，终于等你无无得奖，我死嘛不敢看我这个目睭。予你刚才大热门无得奖。要要要！我讲人就要死啊！你莫囝哪个会闲情逸致在咧看电视哈？你敢叫袂起？我就是咧关心大热门有得奖无？这么好的节目，个人当拢无得奖，哈？是安怎？社会无公平啦！我是在看金钟奖，怎样？是怎样哈？三弟出道五年，拿了两个奖座，还拿了一个奖，是怎样？奇怪 ，Logo 出道八年，一个奖都没拿到，社会无公平，很困难。你在笑啥不？你想哪？啊，主楼门生鲜超市，今年好温断交。啊，什么？主楼门生鲜超市跟人断交啊？阿母。你应该怕被死去，即刻甲我往起，甲我挖转来啊！无唔对啦，所有门超市吼已经甲咱断交啦。小蛋子嘞，蔡韵如啊，你这个小杂蛋啊！没错，八零党就是这样，不断的坏女人使坏，正义女出场赏巴掌。你讲所罗门超市高温短焦，你看，阿娜，这是啥啊？这是乳癌的硬块，不是麻豆文旦。没错，台湾保险党还有一个大特色，就是完全不着痕迹的置入各种农产品。麻豆的文旦跟白的文旦比起来，果肉都卡香甜软软柔软呐。你吃半了文旦，就会使提供一个人成人的一日维生素 C。那几了文旦呢，就是老张傻傻的英雄，哎，笑不啊，抢笑哎，都卡不错哦。你这不是所罗门超市买的文旦，你来有？所罗门超市哈，我跟你讲，更加无甲咱断交啦，这一切拢是为着你要去甲你撸落来哈。你的嚣张，嚣张，你真嚣张！你这个小杂婆，搞我害个家凄惨，起码娃娃来报仇了吼！可可是来了没？哦！恭喜各位，你们已经把台湾的八连档看完了，重要吗？不是太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山林老师也有准备一档八连档的接档戏，叫做《山林老母鸡》。这是一出有我山妮跟我的母亲，还有一只鸡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可以收看《山妮老母鸡》，谢谢各位。很完整啊！哎，而且还把这个评审也融进去表演上。
太完整了，评审直接来摇一摇，评审直接心脏病感受怎么样？感受我的感受哦，真的是看完一整个，应该是说演了100多集的一出剧了。尤其我觉得珊妮老师那一段的那个串场，真的我觉得他等于是有点。就是把我们引人入胜啊，我觉得非常好，而且中间做一个那个一个剖段，是，就是说啊，到下一个来，就是有点跳格，跳一个画面，对对，画面。然后我觉得露露很厉害，她完全是五官在演戏耶，不是五官，她真正的心情。他完全讲真的，脚本没有加的，脚本没有。他的鼻孔，他的那个嘴型，他的眼神，对，完全融进去，太厉害。到底五合球不？三、二、一，举牌。五合球，给我，二球。